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，就离开那里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。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，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，就是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，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。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，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。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们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你们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，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。人子来了，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，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，格拉逊啊，你有祸了。伯塞大啊，你有祸了。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、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。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它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。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